回娘娘，郡王和叶将军到了。来了，拜见贵妃娘娘。贵妃娘娘，皇叔父的身体怎么样了？皇上一直头痛，宫里的御医查了半天也不知是何缘由，折腾了老半天，刚刚才睡下。老王，快去看看。是。 回禀贵妃娘娘，皇上到底怎么样了？皇上脉象显示，毒气攻心导致头部眩晕。依微臣之见，皇上乃误食了一种神经性毒药，此毒极其隐蔽，轻则神志不清，重则又生命之余。哦，幸好微臣在西域 见过此类中毒迹象，在下马上给皇上施针，排除体内毒素，同时再开几方排毒汤药，再配以药剂调理。快去施药！啊，是，快去！老东西，你是怎么服侍我皇叔父的？哎呀，请郡王明察。 老奴服侍皇上二十多年，从不敢懈怠呀，就算偶有照顾不周，但断断绝不能出现这样的纰漏啊！中毒，贵妃娘娘，皇上最近是吃了什么吗？皇上最近都是在皇后那里用膳，听说齐王夫人经常会送一些河鲜给皇后。 莫非皇上是吃了河鲜的缘故？齐王夫人，姬玉。